永嘉种植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秉持着以农为本、诚信为先的农机企业集团公司。自1973年成立以来，永嘉致力于发展蔬菜种植，采用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如今所拥有的设施种植基地，面积将近200公顷，分布在文绿、妈石、令津、新邦等地。永嘉的作物以叶菜为多，包括王白菜、韭白菜、小白菜、空心菜、马兰地、菜心、生菜、盖兰、葱等30余种。永嘉视绿色、健康、环保和安全为己任，在蔡永福董事长的领导下，永嘉种植集团日益壮大。40多年来，马不停蹄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蔬菜，始终竭力维护公众健康，提高服务质量，重视环境保护。数百名优秀人才组成了永嘉卓越的工作团队，他们严格地管理与控制所有的细节与步骤。秉持着安全蔬菜准则，永嘉持续生产高品质、低农药的无公害蔬菜，承诺符合最严格的农业要求，保障消费者健康。健康源头是优秀品质的基础，永嘉精心选种育苗，采用幼苗移植技术，减短蔬菜成长周期。永嘉以咖啡渣、豆渣、木屑、鸡粪、有机微生物群 EM 等等自制堆肥，严格遵守肥料规范，培植安全健康、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的安全蔬菜。永嘉采用100%盖网，从而降低蔬菜病害，提高作物产量。永嘉以天然水源作为灌溉，并且严格监督水源质量，全程采用系统化灌溉设备，确保每一棵蔬菜都能获取足够水分。永嘉实行规范运作，严格把关作物的生长周期，按时采摘，实时监控蔬菜质量。自动化加工与包装厂房，加上分级程序的全面控管，真空预冷保鲜技术以及大型冷库储存设备，确保了蔬菜的新鲜与卫生，全程符合冷链规范，保证蔬菜品质。最后再由专业冷藏车将新鲜的蔬菜送达新加坡大型超市及柔佛州各大市场。凭着对食品安全和质量保证的承诺，永嘉已获得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认证。永嘉种植集团全面实行高标准监控与管理，贯彻集生产、加工、包装和物流为一体的经营模式。永嘉种植集团有限公司将凭借智慧、诚心、勤奋与团结，结合先进的农机技术与现代化管理，持续为消费者供应优质健康蔬菜，为世界灌溉绿色新希望。勇敢，享受新鲜，
永嘉蔬菜。